呢一個題材嘅電影咧，因為香港就你知香港係一個金融城市啦，咁我細細個咧就我唔好彩，經歷咗幾次啲金融風暴啊、臨時啊嗰啲事，咁嗰陣時好細個唔知係咩事，咁但係就影響咗自己一啲，即係有啲回憶喺個腦裏頭，咁一路都想了解呢件事，加下了解下，發覺原來一個好有趣嘅故仔。 咁啊，好似好值得寫嘅劇本。咁寫完個劇本又老闆又俾錢，咁咪拍咯。重點係老細肯唔肯俾埋錢就去拍啦。係啊，係。當然今次因為就非常之難得啦，可以請到呢個黃金組合啦。咁對上一次咧就係已經係即係好耐之前咧就見到劉德華啦，同埋劉朝偉先生啦。咁啊係合作噶啦，今次咧又再一次帶俾大家好大嘅呢個新鮮感。 咁啊，佢感覺啊，同埋佢真係揾一啲演員適合呢個角色嘅時候，其實導演呢一方面咧，有冇啲乜嘢諗法？第一，因為同兩位都合作咗好多年，好多年前到依家，咁我哋都一路合作過好多次，分別或者一齊，咁啊，一路都想。